当然先希望全队还有我包括中华职棒的选手每个人都能健康的持续打下去，然后就也希望状况可以持续一直好下去，还有包括我们整队的那个状况。没有错，大家的状况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健康，对不对？好，那我想请问你，今年呢就是身为我们球队的队长，我们知道文哥比谁都还想要赢，好，那有什么话呢想要对现场为我们呐喊整场的各位十号对我们说呢？当然是先谢谢球迷。那我们其实球员每个人都想赢，但一场比赛一定会有一方输，但我觉得就是持续去努力，然后先把自己的工作，尤其是我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才能持续的带领球迷跟我的球队一起迎接胜利。是的，没有错，我们就乘着这股劲一起赢下去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想要反问你，就是有没有想要透过镜头呢，最想谢谢谁？就是关于我们今天拿 MVP 这个奖项。我觉得还是谢谢各位球迷，还有我的队友，还有教练团，然后还有我的家人，就是很支持我们的球迷们。对，球迷就像我们的家。还有啦啦队。辛苦了大家，这一天真的辛苦了。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接下来呢，这个周末是我们上半季的球赛第一次碰到周末，对不对？好，那你有没有想要就是邀请各位十号队们一起为我们进场？希望六日可以进来参加玩具趴，因为有很多活动，还有精彩的球赛。不管你是哪一队的球迷，就是希望进场支持中华职棒，谢谢。
继续为下次的战役准备好能量，我们没了，宝贝，打出漂亮的成绩。夜色已深，好了吧？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多年的友情，上天相伴，我们回家，让我们约定，下次就能再相见。
这算的，啊，这算的，还没毕业呀。大家。
走啊走哇，让我想到吃顺顺的那个，我吃完面线的那个。哦。